屌那媽，等我裝下呢張海報乜撚嘢先。京都聖母軍廣府大戲班，響佛歷2557年11月1日禮拜六，清邁聖祖涉老人院公演涉老三名劇西施，有萬能插蘇老官博西哥拉佢個細佬小武大王雅玲巴喊，領導全體聖母軍辣妹着游水三大跳吳公艷舞，話我要快撚啲上網拉太行翻張飛機票先啦，唔知嗰班聖母軍辣妹跳得有冇夠擺陳雲Sir同孔秀雲咁招雲呢？ Boss 哥，博西哥大佬，你睇我呢个西施造型靓唔靓啊？阿伯喊，哑巴喊，西佬，唔好意思啊，呢个拜六台广府大戏系由我反串做证人包头，你一系做文武生范例，或者丑生吴王夫差啦。Boss 哥，博西哥大佬，我唔谂啫啊，你都好谂奸毛啫，又话架机做翻泄老差啲戏。我唔理呀，就算唔撚俾我做证人包头，做帮花郑丹都实。事关可以炸炸大中错入女更衣室加码。总之呢镬唔撚做男人。阿伯喊，哑巴喊，西佬，咪扭计啦。我冇搵你老亲噶，够摆师老差的确系做西施噶。你咪以为入女更衣室好赞贵，俾我都唔制。用乜意响入边俾班后婆轮带米，就算唔俾佢哋擦干，都搞到腰骨痛啦。咪佢，你都系唔好反串做女人啦。以你副尊容，班观众以为你系西施个妹东施咋？唔通我哋响舞台下系亲兄弟，响舞台上都系做埋亲姐妹咩？